91。好，谢谢谢谢我们的张总男士，辛苦了。好，接下来在舞台上，我们呢即将要 SNG 连线，连线到哪去呢？连线到隔壁去，隔壁的隔壁不是很好，我靠！来，我们来连线一下，来，我们现场的朋友，现在把我们的目光移向前方的大荧幕。这边有看到一位神秘的人士，他现在在干嘛？决斗，对，怎么样的决斗方式呢？直播了，直播。这是一个属于男人之间的战争，他们要用面粉来对决。好，来，我们来欣赏一下这段精彩的决斗大赛。哥哥太晃了哦，我还没有看清楚这是什么。走极限，好，来，准备好了没？来，我们两位会长，我现在还没有瞧见他们。有了，看到那位可爱的蓝衣小朋友，有，哦，他们两个现在是怎样？被哥哥你太晃了，谁呀？谁帮我来人叫他不要再晃了？好，来，我们看到两位会长。可爱的小羔羊，他们现在头顶上呢有两颗里面装着满满的面粉的气球。对，这个时候兄弟们要上前去帮他那个帮浦给他灌气。对，谁最先把这个气球灌爆的人就可以获得什么一袋面粉呢？超棒的。好，来，我们的两位会长，我想他们应该准备要荣登他们的卫冕者宝座哦。你怎么在这里？不是你要去做吗？你为什么跑进来了？我还没出来，好，你们看一下，来，快把他抓回去他们王位去。好，来，请出去之后，我想说我们的。为什么我们的司彤会长就乖乖的坐在那儿一动也不动？为什么没有看到我们的胡锡会长？他跑到里面看荧幕，看荧幕要看什么意思？他人就不在里面。好，来，帮我们抓出去之后，我们就要准备这场对决了。啊，是谁要采访你？是谁？不是我吧？是哪位哪两位好兄弟要去帮忙采？还是他们是自己采？哦，无锡的采刺桐的 ，OK， 刺桐的采无锡的，哇，真的是好兄弟啊！对，好兄弟才会这样玩，而且为什么？因为好兄弟之间是绝对不会生气的，好不好？说好不可以发脾气的。来，他们现在在跟需要戴面具吗？需要戴口罩吗？我觉得我们从头到尾最乖的就是邱会长。对，邱会长都没有离开他的位置。哎，有了，我们的蔡会长他也荣登他的宝座。好，来，我们看我们这两位会长准备好之后，感觉是在吆喝。哎，开始踩了是不是？为什么有一颗比较大？偷踩，有没有看到？来，我们看到这个刺桐会长头上那颗被偷踩，目前看起来，好，有了，回归正常了。好，来。他们准备要决斗了，他们要自己喊开始啊，因为我喊他们听不到。我们可以在里面自己下注嘛，好不好？下好离手，来，我们来猜猜看，哪一位会长会得到我们面粉的洗礼，好不好？来，压我们刺桐会长会得到面粉洗礼的人举手。有一位支持者，看来是对我们的无锡朋友非常的有信心。好，来猜到我们无锡
会长会这个享受面粉，这个是怎样啊？那谁啊？为什么跳出来？来帮我们喊一下好不好？我们的画面跳出来了，对，我们的画面跳出来了，对，帮我们啊，快点，快点，我很怕他们已经开始决斗了，我们没有看到。这个人是谁？快叫他走。好 ，OK， 来，所以他们是已经开始了，是不是？我还没有问呢、欸。我们我们蔡会长会接受面粉洗礼的，举手。我觉得拿今天板子尽量垮起来，看起来蔡会长他会被面粉炸掉的感觉的胜率比较大。加油，加油！哇，你看我们会长很有心哦，他还指挥大家尽量不要接近他，因为他知道他自己来就行了，好不好？哎，你不可以离开位置啊！你假装指挥什么交通，你坐好。来，继续继续，真的有人在踩吗？有哎、欸，有人在踩，快来快踩快踩！有啊，在那边，到这里，到这里。完蛋，会不会踩到十点都不会爆炸？一定会爆啊！哇，我好紧张。老师，你可以帮我们配乐一下吗？配个惊，这个比较惊悚的。哎，跳舞哦，跳舞怎么样？哇哇哇！来看来我们的对蔡会长对中选的几率非常的高。哇哇哇！直接用手下去，就是手脚并用，我可以挡到你们。只有长街的落叶，一路狼狈。
是一个默默承受的状态。
们这边有一个大重点呢，我们四同的会长手上的是由吴昕的朋友在帮忙采，对，所以我们吴昕会长手上的这颗球是由四同的兄弟们帮忙采。对，现在目前看起来我还是觉得吴昕会爆炸的胜率很大，怎么都不爆？这次气球里面有面粉吗？也是有面粉，是不是？哇，太厉害了！我见证到了是不会破的气球。这支气球是谁买的？气球是你买的吗？你回去一定要表扬一下那个老板娘，好厉害！他给你拎这杯气球就搞完了，就来拢袂破。我们兄弟这样五六个人来轮流踩，踩到脚都断了，气球还是不会破。助兴吗？旁边的人看不下去了，先撒面粉再说。我觉得兄弟们采棒球应该是采到累了。对，我就说吧，你看，我就说吧，两位会长都快放弃了。抱好，抱住他，我已经看不到会长的脸了。